介绍这个衣服怎么样的保存收纳，怎么样放在你的衣橱里面。那要放在衣橱长期存放，其实有四个非常简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衣服一定要洗干净，不能有脏在上面。有脏在上面，可能你隔年拿出来穿的时候，可能要褪色了，可能要破损了，可能要虫咬了。记住，衣服洗干净。第二个，什么样的衣服该挂，就是要把它挂好；什么样的衣服该折，就把它折好。然后最后就是要保持这个衣柜的畅通，那这样子你绝对可以成为一个衣服的收纳的高手啊。就以这个衣柜来看，我刚刚看过了，这衣柜衣服是洗过的，这一点是不错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它没有用塑胶袋套住啊，就是长期衣服存放之后，我们比较不建议大概把塑胶袋套起来。套起来之后，因为衣服跟空气的湿度成正比，空气潮湿，衣服就变潮湿。可是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热的蒸汽要跑出去，刚好被塑胶袋套住后，除非你这里的这个所谓的灰尘很大，如果不然，尽量这个不要去套塑胶袋。那可能如果灰尘很大，尽量用布套或用布啊，或者不要的床单把它罩到上面，就非常理想。可是这里呢，我们还是看出了一些小小的一些瑕疵，比如说该掉的衣服啊掉的稍微不是很整齐。那有些针织的衣服啊，有些线衫，它掉了之后啊会松垮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把这样的啊衣服要挑起来啊，甚至它我看到有些裤子挤在一起，它歪掉了，歪掉的时候这裤子折起来的地方啊会有这个皱褶啊，这个都是需要去啊这个去调整的啊，甚至我看到它的这个棉被啊跟那个一些毛衣挤在一起啊，那我想棉被因为比较重啊，尽量是放下面一点，毛衣独立放起来，不然你隔年要穿的时候，把衣服啊这压得扁扁皱皱，要穿的时候又要重新烫过，可能就不是很理想哈。那线衫啊毛衣也尽量能够折起来，那外套呢尽量能够挂起来，然后这里呢再把空间稍微调整大一点，有吊挂的衣服呢，让它空气这个顺畅。甚至在天气潮湿过后，一定要把衣柜打开，用电风扇吹一吹啊，甚至现在有一些热的这种天气冷在热，热风扇啊也可以吹上去。那我想这样对衣服里面的湿气啊或者空气的这流通啊都非常的有帮助。甚至有些衣柜里面装了灯泡，要特别注意，不能长期在里面开灯泡啊。有人认为这样可以除湿啊，可是通常会把衣服一边啊照射掉这个褪色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收纳的地方啊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好，那像以这一件衣服来讲啊，它这个是针织的这个线衫啊，那这样的衣服啊，最好是这个不要挂，因为挂久了之后啊，它可能会太久，有些衣服挂久了变长啊，所以这个特别注意。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折起来，这个裤子挂了歪歪的，就歪歪之后啊，这里你看会折在一起，这挂久之后它就会有折线了。这东西挂的时候啊，就把它放平啊，把它放平。甚至裤子应该把它挂好啊。正在挂的时候，像这个洗完之后啊，大概都会有太多的太皱了，或晾干的时候皱的时候啊，可以大家可以稍微啊稍微把它抖一抖，抖一抖啊，抖一抖啊，甩一甩啊，甩一甩，拉一拉啊，拉一拉之后呢，或者在潮湿快干的之前呢，可以稍微啊把它抖一下。那抖一下以后，棉质的东西啊，这牛仔裤会稍微平一点啊，把它拨一拨啊，抖一抖，要把它挂好。那要穿的时候就会比较平整一点，然后会比较平整一点，好，甚至可以在这里拍一拍，拉一拉，拉一拉，就比较平整。那一定要把它挂好啊，那尽量把它挂齐啊，挂齐，把它挂正啊，挂正，留一点空间，留点空间。啊，衬衫这领子你看看啊，这领子凹到了，啊，这个一样都把它挂好啊。这个线都对齐，要穿的时候就比较平啊。如果可以，扣子扣起来也可以啊，不扣也无所谓，主要是把它吊起啊。如果可以啊，就稍微把它拉一拉，哎，拉一拉啊，稍微抖一抖啊，这已经都抖一抖啊。在晾的时候，如果在晾阳台有点风会更好哈，刚好可以把这衣服吹平，好，这样吊平就好一点了。好，把衣服的空间啊，适度的都摆好。适度摆好，空衣架不要的可以收下来啊，可以
来，这个等一下折起来的哈，把这挂起来，好，西装外套要挂整齐摆好，啊，留一点适度的空间，哎，这样看起来就很好了。当衣服潮湿，天气热的时候，它自然的蒸汽啊就会挥发出来。那这个呢，我们就来等一下教各位怎么样把它折叠起来哈。